这家队的伙食确实不一样。哎，小胖，你是个猪啊？第几盘了？3盘了，肚子不疼啊？这样，嗯，那不吃了？饱了。哎，你这有点过分了啊！ 我在跟你开玩笑吧你！方颖呢？肚子这么大。 还在这吃吧？啊！他们不是刚打完联赛吗？这马上一队又备战申花赛了。先吃个饭，等一会儿再吃啊。兄弟食堂可以啊。哎，可以，现在四强呢。谢谢啊。这没人吧？哎，没有人，没有人。 徐坦，坦然自若的坦，土蛋挞。这好，关心。